好了，观众老爷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青浦的废弃面粉厂这里。然后故事背景呢，相信大家已经通过探险笔记或者这一集的上半部分了解得非常清楚了。这次晚上探险成员有王漂亮同学，还有柱子同学。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比较晚的一个状态了啊。这次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全副武装的状态，戴了头盔啊，然后各种新的装备，乱七八糟的东西。费长，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装备吧。这些都是我自费买的啊，不是他当初约定的说给我们配齐装备的。要不要脸？对，手套，还有手套的那个夹子。战术包自己买的，手机的挂包方便那个把手机快速取出，然后就是这个头盔。你看我的就相当简单了，你看，哎呦，遇到坏人是真一剑，奇弓箭，绝地武士。然后我们这次每个人都配置了头盔啊，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装备。他的装备没有什么好看的，浓重的资本味的，大家不要看，金钱的力量。就以往同志们都老说我们探险一点防护准备都没有，这次呢，我配了一个其实应该是骑行头盔，但是它其实是能抗一些那种钝击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那种作用的，是不是三角洲用过、啊？军队里有采用过、嗯，但它其实是那种骑车和玩滑板用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国产品牌的胸包，以后会跟大家介绍，上面都配置了一些探险要用的东西，一些小灯啊、防护用品之类的。然后背包里的话是急救包，还有面具、防毒面具，这次终于带了，大家放心。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去吧。啊，滑的不是打在公屏上，你知道他这一身有多贵吗？你知道你这一身、你这一身便宜吗？今晚的目标就在我们的正前方啊，然后现在还要穿过一大片这种草坪过去。哎呦我去！哇，戴着盔还是又有一点帅，又有一点嘚儿的感觉。从远处看呢，这其实不算是一栋很大的建筑啊。但你真的走过来之后会发现其实也真的不是很小，这个在我们以往的探险里面绝对算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但是相信大家也听过它的背景，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赶紧往前走吧。哎，同志们，你们看啊，前面这栋房子它附近全部被这个铁丝网这样拦起来了。因为我们得到所谓故事的版本都是网友提供的嘛，那一定程度上来说，可能这边真的出过一些事故而做的一个这样的设施吧。我们继续往前走哦。这里的话好像可以直接进去，是前人做的一些动作。我们这儿直接穿过去吧。好了，我们现在进来了。好，观众老爷们，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它一楼的建筑。这里的话真的不是很大，基本上是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给大家看。这个上方都是那些圆柱形的物体的正下方，应该是从上面可以运输面粉或者面粉原料这样下来，然后底下这样承接下来。整个建筑呢也很窄啊，基本上走进来就已经打了个对穿，这里就已经出去了，反面也全部被铁丝网这样拦了起来。不知道刚才那个入口是不是唯一的入口。一楼目前为止的面积来说不是很大，那面有面墙被封起来了，我们过去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一些什么呢？好像什么都没有。拍我，拍我，怎么啦？拍我吧，我拍我最熟的动作。贴片炸药。这个人最近玩彩虹六号玩疯了，我看。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上方这个面粉桶的上面，如果从下面往上看的话，是什么样的感觉吧？这样看估计也看不太清楚，打了灯，大家看见吗？上面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上面直接是一个洞，我靠！哎，如果在填满面粉的情况下，不当心掉下来，然后。
上面再面粉盖起来，我靠，太惨，绝对逃不出来，空间太大了。我突然想起来，《电锯惊魂》是不是有这个？就是在那个沙谷堆里面，然后解一个东西，哦、对, 的对的，对的，是吧？就两个人必须得舍弃一个人的。是哪一集来的？这个是干嘛的？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是一个房间。那待会儿我们会通过进去，待会儿可以经过，可以经过。那我们先往上、哦。这下面是啥？好像是个通道。这个房间的话，待会儿我们可以绕出去再带大家看一下。我觉得一楼的话，就大类似大厅吧，大厅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没有扇门呀？会不会是个垂直的东西？不知道呀，我很好奇。来看一下啊，打开它。侧面有东西。没有，这是一个，这是类似一个储物空间一样的地方。哦，上面还有个鸟巢。对，还有个鸟巢。上面还有个鸟巢，哎，这里没有更多的东西了，我们先退出去。哎，这里有个洞，好像下面是有空间了。有个洞吗？里面有水。哎，你说这种场有没有可能有地下室呢？我觉得可能会有，光地上这些面积可能不足以它完成的。我们面粉厂，我感觉流程蛮复杂的。它这个房子其实不大，我们继续往那边走，我看看。不过外面这么大的空间，我觉得应该是大面积拆迁。留下这一栋可能是有特殊寓意，比如说做这种博物馆之类的。你旁边这种，哎，旁边发现没？这种很奇怪，就是一大块水在这个，很不协调啊。对啊，就墙角为什么要放这个水泥？水泥藏尸，你去闻一下有味道。去闻啊。表演你的特技。哎，你这个贴片炸要炸开不就知道了吗？先用脚气闻。脚气，脚气，我的妈呀，这梗你们不懂啊！你在闻脚气啊？哎，你口味也挺重的。等一下，我拿心跳仪探一下。哎呦，看你们犯傻，咚咚，没有生命反应。这要有生命反应的话，你还了得？好了，赶紧往后面去走走看。这是紧接着大厅的最近的一栋房间，这栋房间的话是非常空的一个状态，什么都没有。然后那边是一堵被封掉的墙啊，不知道为什么被封掉，但后面按面积来算没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出这栋建筑，然后绕到后面看看有没有别的东西吧。走吧。出这栋建筑之后，我们看，我们在谷仓的正下方。刚才给大家看过这里的远程的样子，这个上面应该是可以去的地方，我们待会儿会去到这里看看。我们继续往深处去走，我们要去往 The Start Fence。 哦，这边还有更多的房间，这个房子基本上是个长条形的。哦，观众老爷们，你们看这里，我靠，看到了吗？这有楼梯可以下去，那边还有更深的空间啊！刚刚不是在那边发现了一个类似孔洞一样的地方，所以刚刚推测有地下室这些地方应该是有的。我们做个投票吧，先去上面看看好了，然后再带大家就是去走一下地下室。我觉得你们怎么觉得？先探索不地上，那我们投票。我投先地上，我也投先地上，我投回家啊！那我也投回家。走，下班了，下班了，吃点东西。好了，我们先去往前面这些房间里走吧。这个也是跟刚刚那些房间一样，除了一些垃圾，暂时没留下什么更有营养的东西。哇，这个铁都已经锈掉了。哦。这个用力踢踢，它都能掉下来。我操，这是墙的位置。我操，这个墙怎么回事啊？应该是被热切切开的。热切是什么东西？铝热炸药。神经病！对，这里是被什么东西硬扭过来的。哎，你轻点，我跟你说，这个是龙骨，这是装修里面的龙骨，它是为了隔两个那个石膏板的。你别轻轻一动，那上面石膏板掉下来了。我操！然后过去之后呢，也没什么太多的东西了。不对啊，那我们现在很奇怪，已经走到底了，怎么就没有找到上楼的楼梯呢？对吧？上面明显是有一层一层的呀。对啊，刚才那个房间也没有找到上去的。没有漏掉过什么细节啊，除了那个地下室。地下室刚才给大家看过了，它是不能没有空间上去。然后我现在面前还有一个被敲坏的墙，我们现在走出去看看，也许是漏掉了什么房间。
这就整个整的就很诡异。哦，我们现在绕到后面了。对，我们现在应该属于是这个房子里走了个对穿，绕到了后面，但是怎么就是没有找到上去的路呢？我们再往前走吧。刚刚没完全没注意到，会不会是通风的？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来来，让我看看。哎呀，哎呦，哎呦，我操！让我看看，有东西吗？底下是个窗户，待会地下室能找到这个地方，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是后来包出来的一个空间。我们待会会去地下室的，先不着急。大家一定记得要看到最后啊！哇，有没有成功？这怎么了？哎呦！又出现了娃娃，哎，好可怜，断臂熊。你好呀，再见。你什么在干什么？哦，我们现在要走回来了，很奇怪啊。观众来们，我们刚刚就是从那个口子过来，就是一开始看到我们最先进入到这栋建筑的门，然后现在绕了一整圈，就硬生生的没有找到上去的楼梯，太奇怪了。不对，我们再往那儿走走看吧。难道是这里吗？好，就是刚才那堵墙的后面。哦，是这里吗？大家应该有印象吧，一开始那堵墙后面的房间，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房间里面，在这边是被砖给封起来的。你说有没有可能去二楼的房间被那楼梯被封起来，因为之前出过事故。有可能吧。还有上面，上面为什么这么多补丁？哦，真的上面好多补丁，就感觉硬打上去的一样。可能是后面因为漏水，这边应该是有人住过的。住过？什么意思？这里有凉席。流浪汉吗？有可能，应该是住在这里的人吧，就是在面粉厂工作的人。不知道呀，继续再绕过去走走吧。如果实在找不到上去楼梯的话，我就带大家直接去看地下室去了。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16站。哎呦我去！这里小心脚。这里小心脚啊！小心脚，这个地上全是大石块了。哇，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石块？哎呦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呦哎呦哎 呦, 哎呦我去 ！Is this a door? Is this a door? 这里又有扇门啊！我们过来看一下。哦，有楼梯了，找到了，找到了。这里应该就是可以上去的楼梯。年代感就来了。会有小朋友住这儿，也有一个娃娃，就是玩具熊。对，咱们是。空主要应该再往前，这边的框框架架全都已经碎了，非常传统。你是听到声音了吗？还是只是我一个人幻听？哐当的一声，就是踩到铁框那种。操你妈！等一下，哎，我感觉就要放出来了，被你摁的摁进去了。